一段时间以来，美方一再滥用出口管制措施，对中国企业进行恶意封锁和打压，胁迫盟友参与对华经济遏制，严重违反自由贸易规则，严重损害各国经济发展和民生福祉。我们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，反对美方的。 经济胁迫和霸凌行径，共同维护世界经济体制规则和基础的稳定。我们也希望其他国家从本国长远利益和国际社会根本利益出发，独立自主地做出正确判断。